重阳节这一天，南投竹山指南宫涌入很多拜拜的民众，因为这一天刚好是天赦日，信众相信这一天很适合补财库，所以特别选在这个时机来向土地公求发财金，一来求财这样吗？对，也算是今天大概求了多少？今天求600。庙方表示，农历9月9日在易经数字上，九是最大的阳数，两个九重叠就是重阳。传统习俗这一天要先祭拜祖先，再来求财，会更灵验。天赦日、天赦日吼，啊，佫嘛是九月重阳，祭拜祖先也是真重要。这日先来祖先拜拜的吼，啊，再来求财吼，效果较好啦。重阳也是道教众多神明的圣诞或圣日，可谓众神云集的大日子，又刚好遇上天赦日。天赦日是玉皇大帝开天门赦罪解冤的转运日，双吉日刚好同一天，错过还要再等36年，最适合求财求事业祈福保平安。云林北港的武德宫一早也有不少人来庙里面求财，庙方特别准备了两种发财金让民众补财库，一个叫做口财库金，这个发财金跟我们信奉神神补财库添财库。重阳天赦日两个吉日同一天，很多民众无不把握这阳气最重的一天，到庙里祈求赦罪祈福补财运。民视新闻中部综合报道。